对，已经到这里，但是发还非常低调。而且在我们拍摄现场呢，它还有很多东西，就是我们在包括在现场，我们要打光什么，它都会站在那里给我们去打光。而且打完了，我们要调位置，它也就坐在旁边，就坐在原地坐着。我都还看着觉得，哎呀，你到你的休息的地方去休息了，都不用了。这是也是我的书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其实不说话其实是不好演的，就是如果能有台词其实是好演的，打字就是书面的情绪是很重要，可是没有台词的时候你在那儿跑步坐着，就是你面对你对面就像你的就是你今天来的目的吧和你的对手，然后你听你的人去说服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看那场戏我感觉就是他的气场包括他每个眼神出来，我觉得他是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他不会受外界的很多的影响。丽颖没合作过，但是我觉得丽颖呢是一个很敬业的一个演员，你当然外形的演技咱不用去讲了啊，肯定是 OK 的。就是说我感觉就那天我掉了一天啊，他也差不多掉了一天掉脸。因为我在上面呢，他是在我的下面。这样下来的，他是这样下来的。